have seen, with mystery as a maiden's bed, with mystery as a dream. I dream to find my own true love, an everlasting fire. A pair of shame when leaves decay, to be my heart's desire. OK， 我想到了，我们就是做早餐、吃早餐、做午餐、吃午餐、做晚餐、吃晚餐，就是吃吃吃吃吃吃就对了啦。你看你这时候肥肉就是这样咬出来，你们知道了为什么它会这样肥？当然，我们除了吃之外，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养鱼，然后还有就是洗衣服、晒衣服，还有就是读圣经，还有睡觉、睡觉、睡觉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早餐啦。刚刚我已经就是调好了这个面糊，然后已经放了就是半个小时给它发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煎了。那我今天的早餐呢，我还是很想吃铜锣烧，所以我今天又做了铜锣烧来吃。对，他超喜欢吃铜锣烧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它味道不好很好之外，也很容易做吧，算很容易做吧。对，现在锅已经是热了，所以我要放这个面糊进去。那你煎吗？对，我煎，小心。哇哦，看起来真的很厉害，这样。不要放中间。对。对，也是这样子。哎，现在这个铜锣烧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哇，美哦！有美吗？哇，我觉得我很厉害。为什么你很厉害？明明就是他自己在那边发而已，你厉害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控制到时间很厉害。OK。OK， 给你一个掌声。终于把我们的铜锣烧煎好了。Yes。要边吃东西的。Go。吃早餐啦。耶。到了老公洗碗时间，老公谢谢你。每次煮给我吃，每次有帮我洗碗，这就是我每次煮饭最大的乐趣。我最喜欢就是有人帮我洗碗。对，你觉得如果你自己就是
又煮饭又洗碗的话，是不是比较辛苦一点？就会不想煮，讲真的，会比较不想。所以你我们就分工合作。对啊，就分工合作就好，一人就是负责一个，就完美了。这样子就天天煮东西，也不会觉得很辛苦，我也不觉得很烦。对呀、啊，谢谢你，爱你老公，爱你老婆，爱你。已历九十八岁了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那人对李丽说：“以色列人是全非利士人打仗，安妮在里面死谢非利士人。”受难个不苦那得苦。现在我们已经读完圣经啦，现在是我们准备午餐的时间。对的，今天他想吃粥，所以就要准备久一点，因为要煮很久。所以现在要先去准备材料，然后放这个小时半，一个小时半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准备我们的午餐啦。Let's go！ 一个米。OK， 今天要煮什么粥？怎么你要偷笑？我还喝一样的粥。我还喝干杯瘦肉粥，对不对？对，真聪明。要不要放碗里煮？好啊。谢谢老公帮我削马铃薯。这是粥，没有粥，肉我已经放进去了，刚刚。对。西油这个要调好，然后 porridge， 然后按60分钟，然后就开始啦。耶，期待等一下的粥登场，对不对？完全就是哇，太棒了！哇，里面有马铃薯，然后干贝还有瘦肉，哇，太香了！我先吃了，各位。开吃！哇，超香的。现在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晚餐的。晚餐烤个鸡翅。对，烤个鸡翅。是。就是真的是一直吃吃吃哎。哇，这个是已经腌好了。对，这是前一天就腌好了。对。哦，现在帮它排美美。烤鸡翅太好吃了，我们来不及拍就吞光了。一年来回度余生无悔，明明眼呀，累积都骂。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爱的时代。待花开，只是再追一回。起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我右边画一道彩虹。在你左边画一道彩虹，在你右边画个龙，在你胸口比划个五福城，五福城，五福城。是郭富城，不是五福城。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在家一整天做的事情。做吃还是吃？还是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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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就对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睡觉时间。如果
你喜欢我们这支 vlog 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哦。记得打开小铃铛哦，我们将会上传更多的影片送给大家。晚安。